大汉天下，已半入我手，玉玺在手，天下我有，你们都得听我的号令，我才是皇帝，可我就差一步了。皇位是我的，天下也是我的，哈哈哈哈，吾岂能逆天而为，哈哈哈哈，得天机者得天下，乱世豪杰当有开天辟地的气概，真是皇上，是皇上啊！汉室天下即将改名换姓，拥兵数十众，谁人敢来犯我？哼，代汉者当我袁术也。自古无不亡之国，无不兴立之君。传诏杀了他们，传诏！乱世之中必出枭雄，得此玉玺，视为天助。朕是开国之君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朕要千秋万代。玉玺已得，天下唾手可得，顺应天时，玉玺命主，吾必得天下。哼，朕施恩惠，你们效力即可。朕与天下之恩，汝皆可想知。我的命帅哪里去了？归顺于我，封爵赏地，朕命天子八方拜服。你这是反了！弑君之罪，当诛九族。把玉玺还给我！追随我的人都是开国元勋。四世三公算什么？朕乃九五之尊，妄图不轨者全部杀无赦。玉玺是我的，你们都别抢。朕要千秋万代。我就是皇帝，我就是天，这玉玺当然是能者居之。反了，反了，反了！冒犯天威，大逆不道。没有逆水了。刘氏失德，我自当取而代之。皇帝轮流坐，今年到我家。竟敢觊觎朕的皇位，你这是诛九族的罪。我袁家人何以至此？